家好，我是美股分析师花木兰 Judy 大家都叫我是花木兰嘛。我觉得古有花木兰代父从容哈，但在股市当中，女生也是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那女生同样也可以在股市当中披荆斩棘，也可以做到像杀手和狙击手般的瞄准猎物，然后获得很大的一个 profit。那然后我们首先今天呢，我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油价的分析哈。油价今天东部时间10:30的时候 ，EIA 美国能源署发布了原油储量这个报告，这个每个星期都会发布这个报告哈，我们在 Econday 上可以查询到，crude oil inventories， 也就是说是原油储存量哈，前值是增加140万桶哈，那但是这次这个星期实际的一个值是增加110万桶，那看上去比前值的话，上个星期增加幅度有所下跌，但是这个值其实是不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预期这个星期预期是原油储存量是下跌120万桶，但是它给我们的不下跌，反而是一个增加了110万桶。那原油储存量这个不跌反涨这个储存量的一个报告，大大会增加市场对原油这个 oversupply， 供应过度这一个 concern 的一个加剧。那除了原油的话不好，其他两个汽油和精炼油的话，这份报告出来的话还是不错的。这汽油的话前值是下跌330万桶，那这次是减少了280万桶环比。那精炼油的话下跌幅度很大哈，前值是增加了120万桶，那这次是环比减少200万桶。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份报告的话是喜忧参半的。 crude oil inventory 的话，原油价格原油的储存量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一面，但是精炼油和汽油给我们的结果说是还是比较积极的一面。那这份报告给我们原油市场油价带来怎样的一个影响呢？我们看这是原油 crude oil 30分钟的一个图哈，在30分钟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是8月12日10:30，如果我们把图画成5月份的话，看到5分钟图的话看得更仔细一点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在10:30哈，东部时间10:30的时候，早上我在早盘在盯盘的时候，其实在发布这个报告的一刹那，原油价格是急剧下跌哈。我们可以看到在42.74一直到42.74，然后开始修复哈，市场上一看，哎，那个是精炼油和汽油的跌幅比较大，还不错，然后上冲一直到43.4，43.4如果我们把图30分钟图的话，也可以看到它是前期的一个高点，也是碰到一个阻力遇前驱遇阻，然后开始一个冲高遇阻回落一个走势。我们可以看在30分钟图上的话，原油价格从43.7一路下跌，当时我们我在 VIP 直播的时候也给大家提供了我自己在日内原油价格支撑点位和阻力点位，当时的话我给大家支撑点位是42.00，然后果然原油到了42.00，现在目前41.84，在这块区域的话有所就是说调整和整理。那在油价的话调整和整理的话，势必会带来三倍看跌 ETF DWTI ETN 哈 DWTI 一个价格上的一个上涨。我们昨天接近尾盘的时候开仓了 DWTI， 因为我们是预期 DWTI 原油价格会有是反弹结束的一个行情，有所回落这个行情。那具体的话我们在 VIP 上大家可以咨询有关 VIP， 因为我们在 VIP 有详细的介绍哈，因为这里时间还是有限的。那我们在 DWTI 的话尾盘是在101.79，101.79这个位置上，我们是开了我们的 DWI 的一个 DWTI 的仓位。那今天的话，我们静待 EIA 的报告release。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原油价格冲向42.00的时候，DWTI 一直来到107.00。之前在 VIP 的时候，我也给大家，有会员朋友问 DWTI 日内的一个阻力点哈，我也给大家提供了107这个阻力点。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把时间看30分钟的话，可以看到它上跳空缺口的一个上沿就是107.00哈，107.00。所以说，如果再看5分钟的话，非常明显，它在107.00尝试突破了很久，它都没有突破上去。因此，我们在 DWTI 106.9。
这个美元这个价位，我们减仓出具一半，我们是减仓一半哈，我们仍有一半的仓位在 DWTI， 所以说我们在 overnight 隔了个夜，我们就得到大概5%这个盈利，101.9开仓，106.9出仓，我们是5块钱的这么一个盈利 overnight。那详细的话，大家可以咨询 VIP 上面我们关于油价的一个分析。那这就是今天我们5分钟的直播精华关于油价我是朱迪，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